好啦，咁今年啦，日本嘅非常重要嘅一級賽啦，有馬紀念賽啊，年長馬三冠嘅最後一關。好啦，奏完樂就入閘噶啦，咁就單數號報個馬埋嚟先噶啦，睇嚟都係。咁啊，元老程志香港呢邊都調整翻啲飛喎，23倍啊，咁啊，錢價發威落飛，頭先係30倍噶嘛。係啊。咁啊，創世區2倍，香港呢邊睇下可唔可以有中之美啦嚇。就最後一場嘅啦，已經係佢嘅服役生涯。近期嗰啲全部都得喎。係啦。跳跳傲天放聲歡呼，唯獨愛你都順利勝出啦！呢項賽事都有噶，北部園區我記得嚇，都係咁樣嘅。好啦，單數報個馬見到創世區啊，包括創世區都入噶啦，波斯劍客啦，出邊就紅線情牽、大哲學家、神業、魔族紳士、星光速、猿猴情節，好單數買入曬，到雙數山茶花。淺間發威，好，再跟住後買就本初之海，笑一笑，樂透心，滿謝意，影子歌姬，好啦，都入埋啦，最合集啦，外檔嘅領銜啊，菊花賞嘅得主最合集嘅將會係，好，最合集領銜亦入埋啦，2021年嘅有馬紀念賽2800米一級賽入曬集，隨時起步準備。一起步嘅時候咧，出得算齊嘅，快少少帶我當嘅領銜啊，快啲噶，大內當嗰只一定招呼你噶啦。本初之海出嚟先，中間就猿猴情志啦，然之後滿謝意話擺到好前喎，內當咧仲有波斯劍客嘅，大滿嘅創世區第六到啦，我當埋嘅咧就影子歌姬同埋神業啊，再跟住就山茶花啦、樂透心啦，再跟住個馬啦，先見到紅線情牽啊，然之後就星光速啊、魔族紳士啊，同埋咧就笑一笑啊。咁啊，暫時比較後啲嘅咧就呢嘅大哲學家啦，同埋咧就淺間發威嘅。好，第一次入嚟直路嘅時候，諗前邊咧本初之可以一口氣放咗出嚟先，揸住兩個馬位嘅優勢喺前邊嘅，守住第二位咧領銜啦，果然係由佢走噶嚇。咁啊，伏住第三位，暫時咧滿謝意咧就出閘就快啫，原來想攞個靚位先就貼咗埋欄，拍住佢咧仲有影子歌姬嘅。然之後個馬啦，先見到係猿猴情志啦，內檔嗰邊啊波斯劍客啦，再跟住仲有神業啦，跟住佢仲有樂透心啊。咁啊，創世區就喺馬群嘅中間島嘅啫，呢只就最後嘅馬嚟啦，淺間發威嚟嘅。好，第一段直路跑完嘅時候啦，前邊咧本初之海哇放成3-4個馬位出嚟啊，跟住喺第二位嘅。果然都是領銜嚟啦，都冇想佢逼佢住嘅。伏住第三位，暫時咧仲係滿謝意啦。即刻睇翻前面先，本初只可以放幾遠啊？開頭就兩個馬位啫，而家越放咧就越遠嘅，放到成5-6個馬位前邊啦。果然實行佢嘅大圖宣言啦。6個馬位之後，跟住佢第二位嗰匹就領銜嚟嘅。再成3-4個馬位之後咧，先見到滿謝意啦。咁啊，再跟住個馬就影子歌姬啊，波斯劍客啊。個零馬位之後咧，猿猴情志嚟嘅。然之後就神業啦，創世區第8位都拍咗落透心啊，一對嘅熱門咧喺埋一齊嘅。再個零馬位之後咧，先係山茶花。然後就星光速，再跟住他們還有魔族紳士、紅線情牽，然後才見到笑一笑，還有就大哲學家的零零丁丁包緊尾，暫時還是淺間發威，頭尾馬距離10個馬位過外。好了，還有大約800-900米左右開始就已經越來越接近終點，帶緊頭暫時仍然都是本初之海的領銜，再跟住他伏在第三位，暫時還是滿謝意來的，然後就影子歌姬，然後在內檔那邊波斯劍客，再跟住還有猿猴情節神業，在外檔上了一些樂透心，亦都喺咁啊，創世區暫時要等一等位，掟出外檔嘅馬仲有星光速啦，然之後就紅線情牽啊，再跟住咧仲有大哲學家嘅，咁啊山茶花嗰啲啊褪噶啦，中間係魔族紳士啊，尾位只係笑一笑包緊尾，仲係淺間發威啊！入到嚟之後直落嘅時候，前邊咧領銜咧呢度咧率先上嚟過咗本初之海先出咗頭先噶啦，樂透心然後情志追上嚟，後邊上緊嚟嘅馬咧仲有創世區暫時未揾到位嘅，咁啊出邊上嚟嘅星光速啊，有100-100米嘅時候前面樂透心出咗頭先噶啦，追到上嚟就星光速啦，中間咧仲有創世區嘅，前邊樂透心仲有多手勢，猿猴情志未跳。創世區睇嚟趕唔切啦，佢最第一名樂透心，第二名猿猴情志，第三名咧就創世區，第四名嘅星光速啊！樂透心2500冇問題，結果咧就成為今年馬王啦，睇嚟會係啦，有馬紀念賽贏埋嘅。咁啊，第二名咧叫佢猿猴情志喎，第三名咧兩者法國翻嚟都跑2-3名啦，第三名嘅創世區，第三、第四咧就星光速嘅。創世區就喺彎位，就星光速啊，啲壓埋佢。
要撬個位出嚟。咁啊落透心，咁啊做到佢啊祖父吉兆啊嘛，三歲人抽過天王賞，贏埋有馬紀念賽啊，咁啊年內都三場一級賽啊。然後程志係第二啊，要四場格蘭披治就真係都幾難。創世區會蝕底啲咯，嗰條等位，因為佢唔係話衝勁特強嗰啲咧，嗰度等一等就蝕咗啦。佢要等落頭心上咗佢先。而家等一等連第二都冇埋，如果唔使等嘅話，應該贏唔到都第二嘅。十號、五號、七號、九號啊，跟住先到領銜啫喎。哎呀，我哋就係只五攝住曬啦。五啊都 OK 嘅，都係範圍，是啊是啊、就俾佢攝住咗啦。頭先真係都提都落飛啊，後屘都啊。因為佢冇乜點用力嘅，又係落透心橫山冇事，唔好停啦！臨尾騎到尾啦，梗係啦，又係呢件衫喎，出咗嚟啊！佢簡單啲喎，即係十六佢騎噶嘛，本來哨住阿哥就得咯喎，呢場即係有目標咁盯住，追住阿哥就得噶咯喎但係呢場冇失拖啦，落透心，結果票王亦都可以贏一場有馬紀念啦，好大機會做埋年度代表馬，應該係馬王啦！你贏三場級賽啊，贏埋呢場啊嘛，即係連獎馬兩場都贏曬啦賽事完成時間啦，兩分三十二秒正。頭馬贏二馬四分三馬位，二馬贏三馬半個馬位。咪略略總結翻頭先啊，橫山武士個訪問啦嚇，咁就最高興梗係有呢匹馬嘅拆騎權啦嚇，咁啊非常感恩嘅事啦。咁啊因為今日是第一次去跑到2500米啦，落頭心，因為曾經試過喺打比咧，翻到嚟嗰兩步咧就輸咗，其實佢有啲擔心嘅，但係今日就可能直路短啲啦，咁同埋咧入到直路嘅第一二下加速咧，佢好滿意啊，咁喺當時已經就好有信心啦，咁同埋就話贏起上嚟咧，又比喺打比嗰時咧就再進步一啲，咁而家就。啱啱今季三歲啦，已經贏到有馬紀念啦。希望呢匹馬即係嗱，佢都預計嚟緊嘅新一年呢啲落透心咧，仲會有進步添。都跑到好少啫嘛，佢其實而家都係。係啊，佢都係即係最少出賽嘅次數咧，贏到有馬紀念其中一匹。係啦，佢上就係第七次嘅啫，今日係。咁個獎金咧，亦都係即係繼成田白人之後咧，第二匹係單獨咧，即係一年咯，贏獎金係最高嘅馬匹。咁如果今年咧全年日本嘅賽事咧，就佢係贏得最多獎金嘅落透心啊。咁咪橫山武士啊，爸爸橫山典韻都係第二對啦，咁啊父子係贏到有馬紀念喎，咁啊第一對就係武豐同武邦彦啦，咁啊都一個成就啊。咁啊第七場賽事有佢一個關，梗係過六隻神來到啦，就係。係啦，橫啊李慕華喎，八號啊，咁啊獨贏啊1.9咋，位置啊兩倍添。啊好好早呢場草地嚟嘅嚇，泥地今日佢啊真係黑黑地嘅，今日都啊呢場係草地嚟嘅。